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你来就是要来提宝藏的，你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准备好啊！安尼，我就拜托石门神进来开门啊！石门神，我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小朋友，倘若我伫外面有听到恁，今仔日来神殿是要做什么？提宝藏。哦，提宝藏除了爱有智慧，啊，佫会晓讲大话，上重要的就是恁的体力爱有够好。即摆石门神讲出一个运动，恁就爱随时做出迄个动作。恁准备好了未？好啊！那呢？踢卡球。踢卡球。哦，踢卡球真厉害，拍野球。哦，大家对这个运动拢非常了解，即便摕到宝藏绝对无问题。今嘛，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南麦皮科技队长。欢迎光临。用心呐、啊，看袂出来。拍你也袂歹，我甲日本迄孙悟空迄招改做现代噶，有咧强哦。哎、欸，有。要试看卖哦、喔欸。来，安尼，安尼来，安尼。现代噶。哎，好厉害！赞，真好。有气势。有，嘿，气势真好。嗯。啊，无我即马拍一下拳头，互恁又看卖啊。我这是啥物拳好无？好，好。我来。这是啥物拳啊？看袂出来哦、喔，什么棍？抓棍，敢这无型？文杰，什么棍？大声讲出来。抓棍。啊，抓棍哦。娃娃，恁看像袂出来啊？文杰，文杰，快点，开点，恁赶快弄实点，好不？开点，好，开点来。开点，我来考你一个高棍。厉害！你过关了，真强的呢！安尼，拢赶快是动作，我问恁一下，肉球恁敢知是啥物球？知。啊，啥物球？躲避球。躲避球，哎呦！躲避球。平常时敢有咧拍？有啊。倒几位咧拍？我三个。哦，有参与七路下下个队无？有。我肉球队，恁有参与无？有。肉球队敢有啥物美感？啥物动作吗？是爱爱拍爱有酷势。啊，无你来操先做。一来，即马马上要来考恁第一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心上爱食鱼啊，所以即关就是新鱼啊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啊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，就一摆作答的机会。
看到的偌济，会变作恁的金壳壳。各位小朋友，我甲恁请问一下，恁平常时敢有啥物较惯习的动作？就是你常常在做，可能会翘脚，还是夹肩夹夹书讲，敢有？哎有，哎有，像有讲讲。凯迪，你先啦，你先咯。会翘脚？嗯。哦，会，你会安尼？啊，是安尼？安尼。哦，真厉害！哎，核心就好个哦。哎，其实因为吼，你的做的一挂动作，拢会出卖你心中的想法，就参像你有诶夹针夹夹书讲，表示你这个人压力真大。啊，嘿，所以来要考的同款，是恁敢那真内行的动作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来个。来，较早前个哦。向我准哦，哦，水。拍球。对。塞车，塞车真好。哎呦，骑马，骑马。是，好贵贵贵贵。是，来咪过来甲你教吼。Q 零啊，水啦 Q 零啊，真好哦。单，单行，唔是。唔对，唔对，唔对。哎、欸，你看这肉球队足好食的，阿袂阿袂落去煮鱼啊。慢火对。哎呦。变笨手。唔对。啊。喂。招标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哦。哎。车门。什么什么门？什么门？开门。对，好来，后一题。楼梯是爱安那？爬楼梯。唔对，唔对。对。加油加油。好，向我做，真准真准。对对对，气电铃，电铃是用气的哦。对心肝。赞啊！阿辉。无唔对，好，可能平常时也有到阿辉哦，真好真好。卡电话，卡电话，就是卡电话。喂，撸头卡，真好哦，撸头卡撸嘞。西沙听。啊唔对，来，阿弟阿弟，记得加油加油。观察夫，观什么？观察夫，唔对。如桃猫，哎，水，好，来来来，刷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你看涂骹无半尾鱼啊，因就是肉球队的啦，破杀出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头先个台罗拼音那是踢跳舞。跳舞，哎，跳舞，啊，还有什么车笨手？不是哦，是车笨道。车笨道，车笨道就算翻滚道，安尼知影无？车笨道，还有单琴。单琴，对，啊，楼梯是安怎？背楼梯，背楼梯，就头先行行行，对不对？雄雄无想到啦，啊，咱平常时就是拢伫背楼梯，啊，第一个是安怎提？是要用提，还是用关，还是安怎？第一个，倒的，不，倒是咱关起来较袂倒，所以是关第一个，关第一个，了解哦，了解，了解。好，安尼来看卖啊，恁钓到十三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，恭喜！真牛，实在太高价吧！咱即马马上来进行第二关，准备接招，准备个。台语上练等。脸阿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在因拨落来之前，看要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头拄只咱有讲到，你的动作会出卖你的心内话，啊，大家敢知影？人若是伫讲白话的时阵，讲白话话的时阵，会有啥物动作？面会红红。面会红红，叶问呢？我的目睭会看边啊。
啊，目睭看边啊，哦，啊，其实哦，讲白话的时阵会蒙鼻啊，因为你讲白话的时阵，你血压袂畅管，畅管的时阵，你鼻腔的迄落神经脉瘤会感觉上上擦擦，所以你会想要去蒙，所以即马目是要靠你个动作有关系哦，真困难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个，来开始。哎呀 ，Q 来 ，Q 来哦 ，Q 来了，看看头盖了，哦，紧哦，这厉害哦，超强哦，来，紧来，紧讲，啊，较大声。你跳舞会配啥货？跳舞会配啥货？配啥？你去 KTV， 你去 KTV， 会去唱啥货？好，来，我是第一，紧来。水饺。哦，那紧啊，我都不会配伊啊。紧来哦，紧来，等我背起来。来，丁。你放二顿去，你阿母会伫灶卡创啥货？阿母顿去灶卡会创啥货？敢是汤的？是汤的吗？不是，是用油，是用油，用油爱用油。中秋节敢会做？哈？中秋节敢会做？买用油甲。好，来，好一滴，揪来哦。哇，稳定够紧的啦！哇，都厉害。稳定加油哦！好紧的。哦。阮头拄仔的动作，还是用脚的。我用脚的。用脚的，一种运动，一种运动，运动，运动。啊，够有无？啊，伊爱擦硬硬的物件。硬啊！好来。哦，这烦恼，这动作过派，够厉害啦！紧，继续 Q 吧，紧。你来用派，阮该阁用做新的。我若要和你交朋友，我有时会和你安怎？交朋友，还变安怎？交朋友，哦，多一个，试看卖。你若看到李伟，你会创啥话？李伟，李伟，李伟啊！一记来就掉，这是想讲的呀。哦，那交久了。对啊。来，小妹一个，你要去海边。海边啊，嘿，创啥？啊，你会用一支长长，啊，头前有线，有线，头前有线，有线，速度真慢，配合得真好，啊，到底对唔对？进来个，哇，这款线哦，就想要跟阿一个，阿一支啊吼，做朋友者，真正够厉害啦。咱来看，头先你安怎形容？去 KTV。去 KTV 嘛，嘛无讲到安怎，就是 KTV 安怎唱嘛，唱歌嘛。我看嘛怎？哦，这安怎了？画画，什么时阵会去用画？红梅时阵。红梅，红梅应该是会去用做唔到代志，去用安怎？念念念。哦，定定去用阿母。念念。真的？红梅啊。家己讲出来。啊，画通常是食饭啊啦，啊，这种是画。哦，起床啊！起床啊！咱看嘛，这哦，叶文，你安怎讲？你阁讲一摆。交朋友的时阵。交朋友的时阵。叶璇，这是不是交朋友敢会牵手？有时阵会。哦，有时阵会哦。啊，无介意对只想只久。你甲这啰同款查某朋友足好个嘛？哎，牵手。当下会牵手啊？你敢会甲朋友安尼？袂吧？袂。无咱阿一支，后盖交一个朋友，应该是安尼嘛，应该是袂安尼吧。哎，你那一直想要救转伊啊？伊看袂起啊，看袂起啊。阿是，阿唔过吼，叶文，厝内面有人在选立伟啊。立伟会做代志，捌去哦，立伟压过手啊？无啦。啊无，实在是讲了太好，破声搁吹者。后来看到。尹隆总钓到五茶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哎，真好哦，已经摕到两个金箍箍啊！哦，咱妈起来，小朋友真正厉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选你无唔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叽叽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有一项工课吼，听起来敢若是足危险的，其实真安全。你敢知影有啥物工课是真危险的？警察，警察啊，对啊，抓歹人的时阵，当时也真危险哦，还走小力的。嗯。啊，不过咱来看卖啊，咱即马要学台
介绍看这个工课，先来看。哎呦，唔通小怕啦，是啥物代志袂当好好啊讲？哦，原来是不属演员伫咧拍戏啦。其实哦，这个画面拢是设计出来哦。囡仔人无互人训练过，绝对哦唔通学样哦。但是这个工课这么危险，唔知影敢会真熬着伤。上严重是拍痞子英雄电影版的时阵，啊，我为二楼顶跳落来，啊，做滚翻，结果另外一个替身动作煞无介好势，结果替身走唔着边，一跳来以后，我的头后壁转头拔落去，削落去，阵我肩胛头就脱臼啊，肩峰锁骨落来差不多三公分吧。哇，腿轮听起来都足痛的呢。讲到腿轮，您敢知影倒一个知识才是正确的呢？凸轮的知识，这个工课啊，武术指导真专业，要量高真厉害。啊，到底凸轮，什么是正确的？请讲。白沙沙磕白刀，红叽叽亲像阿不倒。你若是拄到凸轮的，你就要把你的关节甲敲倒转去。啊，若无时间，若是久长了，你对你的身体哦造成伤害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好，白沙沙的讲话，咱听看卖红叽叽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叽叽，看公司上欢喜。我甲恁讲啦，你若是凸轮的时阵吼，你一定要找一个位啊较好势的所在，啊看边啊吼有啥物物件会使甲这个凸轮的所在固定，安尼吼唔则袂阁有阁较大的伤害，安尼知无？哦，一个讲是随敲转去，红叽叽讲的是讲爱找一个好的所在，先甲伊固定先放下啊。哎，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啊？红叽叽，为什么？因为用上去足危险的。哦，家己用上去足危险。对。你感觉嘞？我感觉是白色色，是安怎是白色色？哇，因为我嘛感觉是白色色。你说为虾米是白色色？恁甲伊水桥转去哦，是安那？因为阿妈有讲过，若是转着买水爱去互人桥转去。哦。啊，迄是互人桥哦。伊讲是家己的，系啊，伊做粗残的，伊家己桥转去。你做粗残的哦，就用的。好，叶山你嘛是叶山红叽叽，红叽叽，所以你确定是要选红叽叽？好，感恩呢。所以你确定是要选红叽叽？好，感恩呢。你若真正无说你凸轮哦，千万唔通讲，哎，凯蒂，紧来甲我瞧一下，袂用的哦。嘿，你莫乌白瞧，迄乌白瞧有当时哦，会去跌着神经，还是讲血管，你会愈严重，甚至是可能你骨头会断去，所以唔通乌白瞧，伤害愈大。安尼，即马马上来进行第二题。平常时保护家己，防身术一定爱家己学起来。哦，你若今日路顶去用人熊熊揽掉的。会记得下海救下来，手开花萝卜蹲，你用扭条的，扭条的时阵要安怎走呢？你个手像火箭小将，过来飞出去。感谢阿良师教咱这招防身术，大家爱会记住咯。防身术伫咧有需要的时阵才会当用，乌白用可能会让家己受伤哦。讲到受伤，我就想到一句俗语，叫做“目睭金金人伤重”。您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好，目睭金金人伤重是啥物意思？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去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你的朋友啊，目睭金金，看你伫遐，无要甲你斗三工，你就会当甲伊讲，这个人就是无情无义的意思。哎呦，知影无？无情无义，目睭金金，人伤重，敢若伫边啊金金看着对。
安吉吉安怎讲？唔是唔是，即句话吼是讲，这人吼病到哦，已经拢病到最严重，无法度，啊伊目睭吼白作金的，一点仔办法拢无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咱人若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说一句话拢讲袂出嘴，安尼知无？哦，拄着困难一句话拢讲袂出来，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咧？啥？叶山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讲的较有道理？白笑笑。白笑笑，是安怎是白笑笑？因为较甲字面上看起来较像，这个意思是毋？诶，无情无义。凯德，你感觉？白笑笑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因为白笑笑讲了有道理啊。有道理啊！有道理。你都无要相信我，你敢吃这个吧？你都无要相信我。这种感觉，你讲是这种感觉。你想要选倒一个？阿弟弟，想怎要选阿弟弟？因为伊刚刚就可怜，阿弟啊，就可怜嘞。唔是因为目睭金金，人胸中就是。你袂使当金票哦，你袂使看伊可怜就倒伊啊。别客气。但是你有当时也嘛爱看人可怜，爱给伊一挂想法。你看我猪给的好不好啊？我知。所以最后你们选的是红弟弟。感恩呢。哇！对啊。唔对，来听红弟弟的就对啊。啊，人讲人无情无义哦，常常拢会讲你是啊。你目杂啦，无血无目屎。哦。目杂啦。你敢知影目杂啦是啥？乌贼，乌贼。对，乌贼。啊。乌贼敢有流血？无。无嘛？伊敢会流目屎？无。对啊。恭喜咱南阿溪肉球队总共得到两袋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赞啊！但现在，暗哥敢摕到宝藏嘞？引来噶。南麻坑科技队三届机会，想要先选哦，倒一个动物。哪里？哪里？九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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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九号。九号，又搁是九号。哎，大家拢选九号。大家拢爱选九号，咱手先放起。我讲请饲落的时阵才饲落哦。请饲落。啊啊。哎呀。九号，九号，豆豆来，不是真好，豆豆来，哦，安慰自己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搁第二个机会，搁第二个机会，要选了倒一个动物。哪里？哪里？已经拢选好啊！这紧就要选哪里？相信家己。相信家己啊！你有相信你的队友无？有。哦，好。哪里？请起来。哪里？哦。你就对啊，第二个，真正第二个，恁大真正台语讲了有够好，厝内面拢甲谁讲台语？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啊你嘞？嘛是，你嘛是，我大真正拢讲了有够好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华语学台语。